好，大家平安健康。啊，今天给大家看几张精彩的、精彩的、啊精彩的走势图，啊，给大家看一下精彩的走势图啊。这个大盘也是，那尾盘就是说是拉了台积电十块钱，一零四五到一零五十块钱，拉个八十点，拉个八十点便涨一百一十七点，不然不只只有涨三十几点。 那坤老师，这个台积电，你说外资空单现在还有三万六千多口，咳咳明天要结算了啊？怎么会拉台积电呢？那这个其实也不过就是涨了十五块。君不见红海，君不见联发科，君不见广达，全部都涨不上去吗？你全指股可以不跌，你也涨不上去。 君不见双红还在破底吗？啊？三零一七的旗红不是也在小破底吗？你六一八七的万润现金增不增到哪里去了？是不是破底？cos 三五八三的新宇也没有好果子啊，长上影线试图反弹，撑不上去啊。那候现在面对台北股市。 我在有台的时候我就讲，哎，一边是机会，一边是风险。那你要往风险的地方走，还是往机会的地方走啊？啊，机会是什么？代表中小型股的 Russell、so、两千，啊，这个是上个礼拜四的走势，七月十一号，当天上涨了三点五七个 percent，三点五八个 percent，创新高，近期的新高。来到昨天。 经过三个交易日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创了二零二二年以来的新高。这代表中小型股，美股的中小型股的 Russell 两千的指数啊，不是没有机会，就是说你怎么走啊？你怎么选啊？当然就是说从产业，我就一直在想，我的团队成员啊，他们为什么有些个股可以就拥有价差，能够拥有就是说。 波段不放过，价差也一定要拥有啊，或者是你波段规划价差不放过，啊，对吧？那到底是为了什么原因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啊？金利一百六十九个 percent 的价差放口袋里，神盾一百接近一百九十九个 percent 的价差波段价差放口袋里，其他不要讲。 短线我也不放过啊！今天等一下再秀几个精彩的 K 线图，呃，当日走势图给各位看。我现在和盘托出啊，每天讲盘其实里面都有内容的。那回归来就是说，今天为什么能够这个专业的团队到底是为了什么，可以让我的团队成员是安心的？那安心当然就是说让团队成员有赢家的感觉嘛。你要是赢家呀、啊！ 你三不五十一段时间放放一些钱放在口袋里面要多一些要增值啊。那你说在市场上，哎，现在套牢的人越来越多了。我不是说你有双红、七红，我在你身上撒也没有，我说要你注意。你需要我帮忙的时候，我可以帮助你，但是我知道你也不会想要需要我帮忙，原因是跌成这个样子了，帮忙怎么帮，对吧？你会问你自己怎么帮。 那我也不勉强你。其实说实在，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讲了，我很早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在讲相关 AI 的一些所谓的次产业，你要特别留意它本一比的修正。你六月营收明明创历史新高，你咋走的？你咋走的？你怎么走的,么走的这条路？你这没有大户在卖，那那那那谁相信？连钱高不过就钱高不过也就算了，六月营收创历史新高，啪啪啪啪啪往下跌，哎。 你你有看过这样子的走势吗？这双红哎，人家六月营收哎十接近十七亿耶，双成长哎啊，阿里刚丢了，你没有过前高算了，你这样还有噼里啪啦的跌，这边是一个颈线呢，反正套牢的人越来越多了，现在已经很明显了，做多的投资人，所以说机会风险其实都有，但是就是说看你怎么选，而且就是说你要有一个所谓的。 啊，真的要当赢家的话，其实我早就跟各位谈了赢家 DNA、赢家噱头。我们啦、啊，我不低阶，我不高阶，我不低阶。你觉得我不低阶还是我不高阶？你喜欢追高，我想我不低阶。你可能认同错，我就是低阶。等到我低阶以后，个股上来的时候，你才看到它的好，是吧？是这个样子吧。 那当然就是说，这里面就是说，你要真正成为赢家，你要成为有赢家的 DNA，你到底要有什么样的一个条件？你第一个就一定是 DJ，而且在这些 DJ 的标的股里面，你已经掌握到它的前端资讯跟它的产业深度。哪有每天就是说到了股市以后就在那边看看那些大平板那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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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报价系统，看哪个涨哦，那个涨了，相关的系统、相关的这个次产业、其他的股票也会上市价追。 哇塞！如果赚钱真的那么好赚的话，那我真的不得了了，那太可怕了。如果是用这种方式在操盘的话，一天可以买个三档，一个啊、哦。你的老师有没有一天买三档，一个礼拜买十五档，第二个礼拜再买十五档，总共三十档。三十档里面有什么赚钱的股票，在第三个礼拜开始慢慢秀出来。你跟了他就是吃了倒霉药了，倒霉了，真的。 作为一个分析师，我希望我所有看我节目的团队成员，还有投资朋友们都是赚钱。我就算讲出来的什么内容，也没有在在你们伤口撒盐意思，全部都是那个叫做良那个苦苦良药苦口，良药苦口啊、哦，全部都是在叮嘱大家，你把我想成是好的，我的心从来没有坏过。 你了不了解全球多空因素？啊，我请问 Donald Trump 他要当选了，Donald Trump 当选了有哪些有机会？你当然也要配合产业，要不要经过修正？待会儿今天跟各位谈，美元会怎么走？从产业出发，掌握个股的前端资讯。啊，哎，这一档股票我就开始抓了。如果有一档股票，它有呃航空的一个军工航空。 的一个啊啊这个，这个优势，哎，又有所谓的冷却啊热处理的优势，热处理基本上就是，啊，你说你啊有、哎、三三二四双红这个所谓的散热，如果有热处理的技术的话，基本上就是一个散热的一个啊这个拥有的优势嘛。 啊，有没有机器人？机器人一般来讲都会有传导系统。这个传导系统，如果有一些所谓新的一个所谓的新 version、新版的一些所谓的机器人的话，它也是会，那不是很好吗？这个叫做从产业出发，这个这个叫从从个股的前端资讯，你有了前端资讯，你才知道怎么出手嘛，对吧？精算筹码量价结构如虎添翼，还有持股不超过三档，你几档？你几档受伤？ 你党数越多，套牢的越多。你几党？我们最多不超过三党，大部分都只有一党，一到两党。我说的话，我负全部责任。你要掌握个股的前端资讯，而且是低阶嘛，这个叫赢家的 DNA。而且我这是一个价位，哎，你真的有把握？为什么五十块到四十五块买进啊？你真的有把握？为什么要差那五块钱的 range 在那边呢、啊？ 你就一个价位就好了没而且是低阶，一个价位持股不超过三档，资金要集中。从产业出发吧，秀几张图形给大家看，很精彩的，啊。第一张，这七月十一号的四五六六的时硕。 拉涨停，我没有跟你讲。你回头去看看 YouTube，七月十一号，孔祥慈有跟你讲这一档吗？他拉涨停，我当天没讲啊，没讲。我在操作什么？我只要让我的团队成员真正有这样，我现在拿出来，你说，哦、哎、哟，我跟跟着孔祥慈真的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、这个、这个机会，可以把这这个这个、这个、这个价差可以放口袋了。 我不勉强你，我说过，从一月一号我来到非凡的节目，现在来到已经快八月了，七个月快来了。迟早是我，你迟早是我的团队成员，迟早的，你忍不住的。将来如果危机，将来如果风险大于机会的话，你更会来找我。你手上的股票不知道怎么处理。这七月十一号的时硕涨停一零一。 这今天的时数涨停一零四点五，孔老师，你没事搞个时数出来干嘛呢？创收盘新高，这是历史新高，创收盘新高一零四点五。哎 <coughs>，这七月二号礼拜二。 自动化工业大展在八二一到八二，这是我盘前解析给我的清代团队成员的啊，机器人概念股。我这边讲两档，我只提供两档，一档实收四五六六，传动系统机器人。我刚跟各位谈到了 Atlas 的啊，是谁家的？Atlas 的最新版的机器人 Boston。OK，航太产业转投资天洋航太，铝合金精密和砂模的一个铸造。第三个热管理，它有热管理的技术，这个部分是什么？ 这个部分是水冷式的快速接头，水冷式的快速接头，这是它的产业个股的前端资讯。好，这天是七月二号的早上，隔两天以后，七月四号，我们的望京班开始出手。各位看，我这张是一个指令哦，我这个指令买进这一档个股只有一个价位哦 成交在九十一块六，我要九十二块买进，结果成交在九十一块七，请你告诉我我是区间吗？请你告诉我，我这是不是主力盘中的主力？九十一块七的四五六六的石硕，对吧？我把七月四号的当日走势图也给各位看，这是当天我们开始买进时硕的位置。 当天收在九十二块三，但是大部分都在平盘以下。这天是七月四号，九十一块七买进了实硕。好，我们现在回头来看七月四号的实硕的 K 线，投资者在这个地方。好，现在问题来了，你敢不敢出手？横在这个地方，啊，不盘久必跌吗？不是盘久必跌吗？ 黄、啊、老师，那个盘啊，该上去早上去了，他没有上去，可能就盘了越来越重。他盘的时间越来越重的话，他的筹码越来越压在那个地方，而、啊、下去结束了。那这时候你该怎么看？这时候你该怎么看？你要从产业前端资讯去看，你要从产业出发。我刚刚讲了，它有三个利多，而且这里面的筹码结构，从最近拉两根停板，你已经看到。 两根停板，今天创收盘的历史新高，你就应该知道筹码结构是有利于多头。但是当时在这个地方，你完全掌握不到。七月四号，九十一块七买进，你不会注意它，你横的时候、下跌的时候，甚至于你都不会理它，你都不会注意它。但是它涨上来的时候，你现在才看到它的好。我是不是都低阶？好，再来。 一零四点五，九十一块七，一零四点五，涨停那天，你非常清楚啊，七月十一号，我没有给你看了，但是我团队的成员都拥有价差，都享受这个价差，我说的话，我负全部责任。 所以说，你要有赢家的 DNA 的选筹，你必须要从产业出发。你要能够掌握个股的前端资讯，你要掌握它筹码结构的内涵。每天早上到了，在家里面看一下，哦，报价那个涨了这个的啊，试价追啊，有人介绍了怎么了哦，盘中连线有人介绍了，同志们，你永远要记住，有人介绍的时候，这些个股都有些围动往上，围动往上那都不是我出手的，我都是低阶，我低阶，你看到九十一块七的实数。 九十一块七的时候，今天来了一零四点五，涨上来，今天创新高了，涨停了。七月十一、七月十二连续两天涨停，你,你看好了，帮我们抬轿，帮我们抬轿。这还不是最精彩的，再来看一个，这紧数。 七月十二号涨停，爆量对吧？我不能讲爆量，这是放量啊！一一九点五，现在连续两天还是手稳在一一九点五之上，都收在一二零对吧？我要谈的是七月十二号，就如同石硕，七月十一号跟今天两根涨停，我把当日走势图给各位看了。七月十二号的锦硕呢？ 我留给大家今天来观赏。我留给大家今天来观赏。注意看，一一九点五当天七月十二号的涨停板，好不，为什么你不能够逢低买？逢低买，现在涨上来，你看到紧硕的好，当时的六月二十一号，你不会认为紧硕好啊。 你会认为紧缩好吗？横盘了那么多天，我第一根没跟你讲，第二根没跟你讲，这一根我也不讲。来到今天，我跟你谈，我跟你谈涨停的紧缩。当涨上来的时候，你们每个人都看好了，都喜欢了。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不看好？九三点三的紧缩。 一百二，将来还会有一些涨停板的个股。好，我现在跟各位谈谈这一档，我不如说是整个在机器人上介绍两档股票，一个是实硕，在七月二号这一天，对吧？这边还有一档，实硕是一档，我只把它反红，还有一档，三日机构件、机器人机构件均已认证通过并出货，挑战多少钱？好，我们来看这个传动系统实硕。 我说挑战六月十八号的高点一零二，在七月二号讲的，在七月二号讲，挑战六月十八号的高点一零二，来七月二号在哪一天？这一天吧，挑战全部高点一零二有没有到一零二？超过？有吧？同样的，今天我说这一档课我把它盖起来。 他也快要攻了，他有两个受益，一个是机器人的机构件，一个是散热的机构件，都已经认证出货。挑战多少？当然不能讲，你不是我的团队成员，我只是跟各位谈。你如果在我旁边的话，你都能够出手，你都能够享有价差，你都能够拥有在股市里面一种稳稳的幸福。 要不要谈？要不要谈个四十四趴的波段？嗯，更精彩喽！四十四趴的波段更精彩喽！你都不晓得我为什么会在这种地方出手，导播先不要造这个地方。四月十六号，我希望投资朋友们就是说，当你在每一次在出手的过程里面，你去想想看你自己的胜算能够有多少。 你自己的胜算能够有多少？四十四趴的波段价差，到现在为止，台北股市当天大跌五百四十七、五百七、五百七十四点、五百四十七点。对不起，四月十六号五百四十七点的大跌，我们买进利基一个价位执行指令，盘前指令八点四十四分，盘前预先规划点位一百七十七块定价买进一七七。四月十六号利基怎么走的？它有利空来。 四月十六号，它是跳空的方式，你敢不敢买？你跟我买了，这是四十四帕，其实还不止，我就用四十四帕跟你算。四十四帕的利基当天的走势，你出手它是向下跳空，你敢不敢出手？为什么我都在买跌？为什么涨上来每个人都看好？ 当时跳空下跌，已不敢出手，如同石锁，如同紧锁不动。哎，孔老师怎么都有说？再来介绍一档四十六个 percent 的波段的一个价差，四月二十五号，来。 盘前规划点位八点五十二分，定价跌停板一二一点五百进，因为它有利空。前一天下午公布第一季赔了四毛四，比前一季扩大亏损，比去年同期扩大亏损。四月二十五号，连雅也是跳空下跌，投资朋友们看，跳空下跌，四月二十五号吧，你绝对买得到。 你如果敢出手四十六我的能耐。你现在回头想，你在股市里面要怎么赚钱？你能赚到钱？你跟我们比，你够强大吗经历？金立科一百六十九这个是已经放口袋的，一零六点五的买进，二八六点五的卖出，神盾。 这也是放口袋，这是一百九十八趴的口段价差，八十九块半的买进，二六七的卖出。我希望你拥有赢家的 DNA。我今天特别告诉大家，我帮你降低门槛，我给各位最大的帮助，我帮你即刻入住赢家 DNA。我有标的股，你跟着我来享受所谓的一个机会，一定要避开所谓的风险。就在这个时刻，我孔祥子给大家最大的帮助，最大的帮助给各位最低的门槛。 就只有今天，希望你能够把握这个机会，赢家 DNA，让我来帮你注入，希望你能够真正的成为展翅上腾，在股市里面迈向财富自由。重点，我有标的，你看到我是如何帮我的团队成员，永远都在做低阶，甚至于跳空下跌的时候是低阶，但是。 你看到这些个股，从产业趋势掌握个股的前端资讯涨上来以后，你才看到它的好。但是重点是低阶的时候你掌握不到，是因为你不了解它的产业前景，你不了解掌握它它的个股前端资讯。希望这次你跟着我，当我出手的时候，我有标的，希望你就在我旁边，给各位降低门槛，最大的帮助即刻入驻赢家 DNA QR code，好好把握电话，广告中的电话务必好好打，把握一通电话可以解决你。 成为赢家 DNA 的机会。好，我们进广告带回来。你要当一个赢家，你要回头看看你自己拥有的东西是别人谁没有的东西。我可以坚持低阶，我可以坚持低阶。 往往，当你掌握到个股的前端资讯的时候，这些个股因为利空而压回来的时候，往往是你的机会。但是你必须了解它的产业，你还有这家公司的技术能力，你能够掌握到这一家公司的一个脉动，它的产品的脉动。它是一个深入思考的一个过程，它不是人云亦云的过程，也绝对不是说是在电视上电电话连线，然后可以讲出个所以然来。 没有那么简单，投资朋友们，没有那么简单。天下的事情，你在股市里面要赚钱，没有那么简单的事。我任何一档个股都是重复思考了很久以后，我才知道这该怎么做，该怎么出手，该怎么掌握这个机会。往往他们的一个利空大跌的时候，是我出手的机会。我一直这些股票，我的股票，我都是在低阶。 你连想这天一二一点五到现在，如果你低接了，现在拥有四十六趴的波段价差，我说的话我负全部责任。涨上来的个股是代表我的眼光。七月十一号的四五六六的时硕，七月十一号涨停一零一，今天七月十六号时硕再涨停一零四点五，这是我的眼光。锦硕七月十二号的涨停也是我的眼光。如果你要掌握赢家的 DNA。 我有赢家 DNA，跟各位谈到了。我今天特别给大家降低门槛，这是给大家最大的帮助。我给大家注入 DNA，赢家的 DNA，降低门槛，最大帮助。希望我注入给你们，成为迈向财富自由的机会。一通电话解决你所有的问题。好，进广告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。好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